那轮到一星 model，它会等于一星 model，它会它是等于 H 等于负 J，然后SI SP，然后减掉 H，sigma SI，谈论到一星 model，然后呢，在 I 和 J 是相邻的，相邻的 I 和 J，比如一和二，二和三。那现在我们现在考虑呢，如果 J 是原本是 J 大于零嘛，那现在如果 J 小于零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？J 小于零的时候，我们就把这个地方改成，我们认为是 J 是正的，这个地方改成正 J。小于零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？我们觉得物理上会发生什么事啊？嘿嘿，觉得物理上会发生什么事情？就是 J 大于零的时候。原本是说那个，就是说他如果是同项，他就想要去，原本是想要去同项嘛。反过来说，如果 J 大于零的时候，就是说任两个相邻，他会想要是等一去下，反向，对，反向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？会发生是说，我现在隔壁，假如我现在有奇数反，然后偶数反，那奇数反的话，原本就是，原本是在那，原本大家是同性恋哦，这个没反，隔壁的你现在是男的呢，隔壁就会想要住男的。那现在突然就变成全部变异性恋，然后那个是男的，隔壁就会拒绝很多女的，然后如果是女的，拒绝就会隔壁就会拒绝很多男的，所以说现在整个这个雌性会抵消掉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，这个图哦，他说现在呢假装有三个 sublattice，这两个 sublattice 呢，他们在 average 下面呢会是两个不同的方向，譬如说黑 dot 它如果全部都是 up 的话，那剩下白 dot 应该就全部都是 down 哦，这样呢，这会造成怎么样？会造成它全部的雌性都抵消掉哦。那我们在我之前去看维基百科啊，维基百科是说它有一个温度叫做 Nell，N-E 是法文，N 法文这个念 A 嘛，所以是念 Nell。它这个奈尔温度，它就是说你超过那个温度呢，它就变成顺磁性，然后你低于那个温度，它就变成反铁磁性。那就意思是说呢，在那个温度下面的时候，它几乎是没有磁性，而且它磁化率也不会想要跟外场去有所变化。但你只要够强的话，什么东西都可以变成顺磁性的，我是这样觉得。你就算是再怎么没有磁性的东西，你只要用一个非常非常强的磁铁，都可以有某种程度上的磁性。譬如说呢，譬如说那个，你应该有看过一个图，就是那个青蛙在非常强的磁场下会飘起来。那个其实是因为青蛙它，因为那个磁场只要够强够强的话，它人或多或少都会产生一些顺磁性。不管是青蛙还是人啊，理论上人也可以飘起来，但是感觉有点危险，有可能会去做。小温度，那如果呢，A dot 跟白 dot 它们是完全的相反的词句的话，那整个词性都没有。那现在我们要问的是，它们应该在 mean field 下面之下，它们应该要满足什么样？那我们之前导过呢，它如果只有一种 lattice 的话，它的那个是 i 等于 k，是可 psi 会等于beta。负 J，然后 z 开，然后这是我微分过的，我们要往上走，所以是 n 有关的，还是用 n 的 h 的导数呢？去求出它磁化率，然后所以去求出，我不知道那个导数，我忘记那个叫什么。算了，叫开是中文是什么？哎，中文，可塞的中文，还有我忘了，反正就是每那个个 lattice stability 是磁不是？值的穿透率，range，嘛，我知道。他，我们现在考虑前面的，他现在是把那个 J 变成负 J，原本是 JZMB 加 H，现在把 J 变成负 J，哦，带进去就变成负 JMB 加 H。这个地方原本对单一的来说的话，这两个都是 NA。
现在呢，考虑到所有的属于 NA 的 sublattice 都会受到附近，就是一个白点呢，都会受到附近的四个黑点所影响。然后呢，一个黑点呢，都会受到后附近的四个白点所影响。所以说呢，考虑到 interaction 的 turn 呢所贡献到的，啊，这是 interaction 贡献的，这是外场所贡献的。所以仅仅考虑 interaction 贡献的话呢，应该所有的 A 的磁性都是来自于 B 的，这个 N 都是明菲尔德的那个。N， 哦，所以说 N 会来自于 NB，NA 会来自于 NB， 那达二至五一这两个式子，那这个地方其实是 heuristic 啊，有问题吗？哎，那个 H 是什么 ？H 是外场的常数，就是我们在 EC model 里面的一个这个常数啊，对吧？哦 ，EC model 里面东西。那它 H 通常是可以写成含有。H 为什么要选 H？ 因为它通常是跟真正的 H 有关的，就是你的磁场强度跟 H 有关。现在不导是如何从量子力学呢得到 EC model？ 我们仅仅是考虑这两个，觉得 H 是现象学上面的参数。所以说，我们知道的就是二至五一这两个式子。有了这两个式子呢，我们就把分别对某个东西做微分，对。把 n 对 h 去做微分，然后呢，当 h 靠近于零，可以把 h 趋近于零，就是在靠近外场等于零的时候呢，得到二至五上这两个式子。因为你 cosh 它微分，哎，tangent h 微分之后呢，就变成这个嘛。那得到这两个式子，然后我们现在解的是什么？解释它整个磁铁呢，它平均下来应该是怎么样子？所以我们现在就把呢 ，ka ka 跟 ka b 这两个相加除以二，当做整体的，所以这两个相加除以二等于这个，然后这两个相加等于二等于这个。那好问题，那两个跟相加好像不太行。嗯，明白吗？这两个是常数而已，所以就相加下来了。嗯，对，这两个都是常数，所以根本就跟 A 跟 B 没关系。对，所以你就相加除以二，刚刚就达到这个式子，没错。开 x 开 f 是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，但是反正就相加除以二，然后就大家这一串，然后你就用 second h 的性质等于一减 tangent h 平方，哦，这个，然后由于我们刚才的 functional equation 这个蓝色的东西呢等于 root square， 所以我们就化简成这一串的式子。然后我这个式子有什么用呢？嗯。我们可以试着去求它的那个它在下面点附近的性质哦。那其实它这边有两个式子嘛，那二至五六跟二至五十七，那其实二至五七，我记得是它二至五七，它退化之后就变这个。那我们现在求的是 f， 那我们现在就把开 f 做一个移项，就把这东西做移项。好，那我们来算一下。对吧？大家来算算看 ，f 要怎么求？有这个事情，那我们来要怎么求呢？负贝塔变成移到左边嘛，就变成贝塔 j 一减 n 平方。然后加一，那右边是什么？右边是一减二平方嘛？这个把这个东西移到左边去，移到贝塔 a z， 然后这边乘以 cos f， 所以我看有没有算错，贝塔 a z。为什么移过去不是在分母？过去，哦是哦，对啊，我一项而已啊，然后会乘以开 f 啊，把它除下去，所以就得到一减 n 平方除以 theta j z， 然后一减 n 平方，然后加一，哦，一长串呢，就是我们的开，然后呢？我回到刚才那个，嗯，好了，这个，
是值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个我们看一下得到的是什么？一减二平方 t 加 j 是一减，看有没有像，啊，有点像，我不知道。啊，一般我们会想要知道说 Tn 是什么，就是说那个温内尔温度是什么？内尔温度是，那这个地方 Jz 就是跟我们一样，是我们之前求过的那个 critical temperature，所以把 T 这个 Jz 改成 T，就变成这样。然后你再超过相变点之后呢，它的 n 会变成零，它就退化成上面那个。哎，它超过下面变你是它变成没有磁性吗？哦，我想一下，是小于那个温度嘛？然后它应该写它会大于这个温度，所以现在这个式指的是温度高的时候。这代表什么？温度低的时候还有磁性呢，温度高就没有，温度够高，肯定就没有磁性了。就有点像那个什么磁铁不管什么东西，你只要拿火去烧它，你那个黑板上有磁铁吧？你去拿火去烧它就掉下来，大概就像这样。那我们在铁磁性是有一个居里温度，然后这个地方会是内尔温度，它会在 k 等于这个鬼东西以及 k 等于这个鬼东西之间。这代表什么？这个代表说温度越来越高的时候，k 会越来越小。然后呢，一次呢过那个临界点之后呢？度超过那个临界温度之后呢，它的就仅仅跟温度有关了，跟冰变的都没有关系。The steps，哦，所以它就化成图，应该是长这个样子。这代表什么？右边这个往下降，代表什么？这温度增加的话，它迟早率一定是往下掉。然后呢，温度非常低的时候，非常低的时候，一定是没有，因为大家都会统计。冻住的话，就不会随着外场而有改变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就是说冻住的话，大家都很冷啊，大家都不会动。那如果今天警察来追你，你肯定就逃嘛。可是你很冷，就动都不能对啊，不能扔掉。所以警察来找你，你也不理他这样。所以现在这边你就不动，你就迟早率就几乎没有，然后你迟早率就随着温度增加，哦，你慢慢的可以动了，然后警察就赶快跑。那现在呢？结果超过那个温度了，你那个热衰竭，你有几代，你跑不动，你就下去。有，就讲完了。我们下次再讲这个，完全看完看懂了，所以今天就聊到这里。OK，好，OK，那就这样吧。你看一下录有没有录好。哎，所以下次从这边开始吗？从28开始。好啊。